隔离期间在家里是不是坐累了呢？今天这堂是体育课，我们希望大家在这堂课可以跟着一起动起来。那在这堂课你必须要准备的器材有一张稳固的椅子，还有两瓶装满水的水壶。好，给各位一点时间准备。那准备的同时，我们来介绍这堂课的主题。我们今天要上的课是高强度间歇训练，那它的英文叫做 HIIT， High Interval Something， 就是很重现在很流行的高强度间歇训练。在从2017开始啊，在美国 SSM 美国医学杂志内容，这个东西就一直要上前几名的排行榜，包含穿戴式运动装置，还有高强度间歇训练。为什么它会这么红呢？因为现代人可能工作繁忙，比较少时间运动。那这个高强度间歇训练可以让你在短时间之内达到30分钟以上的运动效果。所以各位同学，我们等一下运动的时间就是短短的7分钟，但是有办法让你达到30分钟以上的强度的运动效果。那等一下我们练习呢，会配合塔巴塔的音乐，让你们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该用力的活动，可以哈？好，各位都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先做一点在位置上面的热身，这些动作你平常在办公室或是在下课时间都可以自己做。第一个，头部的伸展，右手摸左边的耳朵，头往右倒，你进行10秒，9 8 7 6 5 4 3 2 1，好，换边，头向左倒，左手摸右边的耳朵。我们现在很轻松的方式，请各位跟着一起做哦。7 6 5 4 3 2 1，好，肩膀往后转一圈，头低下，双手扶后脑勺，一样10秒，9 8 7 6 5 4 3 2 1，好，下一个，尤其坐在椅子上非常适合，我们旋转背肌，脊椎的旋转，向左后方转。如果你可以的话，左手摸到最后面的椅背，右手摸到左边的椅背，尽量身体坐直。9 8 7 6 5 4 3 2 1，好，换边，一样10秒。9 8 7 6 5 4 3 2 1，好，接下来我们站起来做下肢的伸展。第一个，一个膝盖弯，一个以膝盖直压直的膝盖，高压腿，10秒，9 8，记得膝盖朝前，脚尖也朝前，4 3 2 1，换边，10秒，9 8 7 6，如果你感觉到压直的膝盖后腿有点紧绷，那你做正确，3 2 1，好，再来低压腿，10秒，9 8 7 6 5 4 3 2 1，最后一个动作，换边低压腿，10秒，9 8 7 6 5 4 3 2 1，好，手腕脚踝稍微动一下小跑步，我们热身结束。接下来老师要介绍这卡巴塔这12组动作，避免等一下同学在进行高强度的间歇训练的时候容易受伤。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第一个叫 Jumping Jack， 有没有人知道 Jumping Jack 是什么意思啊？好，看图大概知道 Jumping Jack 是开合跳。那为什么叫做 Jumping Jack 呢？那请各位同学，这是你今天回家的小作业，你可以搜寻看看，为什么开合跳的英文不是开合跳，是 Jumping Jack。 那第一个动作没错，就是开合跳，平常体育课都爱热身的。
那现在请各位同学开始跳五次，开始，五、四、三、二、一，好，第一个动作没问题。第二个动作叫做 wall sit， wall 是墙壁， sit 意思就是靠墙壁坐，我们中文会称它为太空椅，所以你找家里一面墙壁，就靠着墙壁坐，记得背要贴着紧墙壁，并且膝盖呈现九十度，膝盖呈现九十度往后贴着坐。这时候你大腿前侧感觉到有点酸酸的，正常，我们会进行三十秒。如果觉得这个强度太低的，你可以试着把右脚往中间移，左脚伸直，或者是把左脚往中间移，右脚伸直都可以试试看。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要做的是 push up， push 推的意思， up， 没错，就是伏地挺身。那正常的伏地挺身呢会长这样，正常的伏地挺身。那我们女生或是比较肌力比较不足的，我们就跪姿的伏地挺身，膝盖跪着，脚跟翘起来，做伏地挺身。好，请大家跟着做五次，三、四、五。好，如果不行的人手撑着也可以，这样也可以达到训练肌力的效果。第四个叫做 crunch 是仰卧起坐做一半的感觉，就是腹部蜷曲。那等一下一样坐着仰卧起坐的姿势，但是手往前伸，不是抱胸往前伸。起来呢，不用到起来这么多，我们只要让指尖碰到膝盖就可以了。慢慢起来，起来的时候吐气，下去吸气。吐气，吸气。好，请各位同学做五个试试看。好，第五个叫做 chair sit up。这时候五步的椅子就出现了，你要确定它是稳的。好 ，stand up，stand up 就是脚踩上去。第一个注意事项，脚一定要踩稳踩满，千万不要只有用脚尖踩，稳的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哪一只脚上就哪一只脚下，上上下下。好，同学做五次看看，看你的椅子是不是稳的。好，第六个叫做 squat 叫做深蹲，它的动作有点像是你去户外上厕所，然后可是只有坐式的厕所，你不得不使用，但是你又不想碰到椅盖，不想碰到马桶盖的感觉，大概长这样。所以希望你能够再下去一点，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屁股往后坐，起来 squat， 起来 squat。好，大家试试做五次看看，再低一点，如果你可以的话就再低一点试试看，这样能够训练到大腿的肌力会比较多。第七个 horizontal raises， 这个我有稍微修改，七分钟。高强度间歇训练，我们这个做手部的平举，这时候你需要两瓶装满水的矿泉水，或者是两本很重的书，伸在前面，开，肩膀不要耸起来，肩膀放松，合，开，合，开，不要让手部掉下来，永远在水平面 ，horizontal 是水平面的意思，做开合的动作，速度不要快，不要慢，保持呼吸。各位同学可以试试看。第八个叫做 plank 是棒式的意思，动作的姿势会长这样，下去之后你的脖子、肩膀、屁股、脚后跟成一直线，这个姿势要维持三十秒，其实有点难度，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的话，我们可以手撑着，记得你的手跟地板要垂直。好，做五秒就好了，三、二、一，休息。第九个叫做 running place， running 跑步，所以我们在原地跑步，高抬腿跑，所以长这样。好，老师，这个是训练心肺的，所以老师希望你的脚都可以抬到水平面，然后维持一定的速度。好，我们做五次看看。第十个叫做 lunge 是弓箭步，弓箭步双手叉腰往前跨弓箭步。好，你看一下哦，总共有两个九十度，第一个前脚的，第二个后脚的，跨出去蹬回来，
跨出去，蹬回来。这个训练的内容主要是把专注力放在蹬回来的那一步，跨出去轻，蹬回来要快。当你蹬回来快，就会出到股四头肌的力量。跨出去，蹬回来，跨出去，蹬回来，试做三个看看。第十一个，老师也有稍微调整一下。第十一个，我们做 Russian Twist， 俄罗斯转体。它的做法是这样：坐在地板上，脚离开地板，双手左右旋转。这是训练我们侧腹肌。如果你想要一个漂亮的曲线，有一些腹肌，那可以做这个动作。左右转体，我们做三次看看。好，来到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叫 Superman。Superman 就像超人一样，他的姿势是这样子的。跪在地板上之后呢，我们先伸右手跟左脚，永远都是反方向的脚跟手。一样，你的手指尖、手肘、肩膀、屁股、膝盖、脚后跟成一直线，肚子往上轰，把你的肚脐往你的脊椎挤，不要凹下来，身子 hold 住，这是训练核心的动作。然后我们要为了平衡，所以另外一边也要做。来，我们一边做三秒，开始。好。以上就是这12组动作，等一下各位同学要跟我一起，然后我们一起要来进行这7分钟的训练，加油！记得在每一个动作你都要尽全力的去完成，但是不要逞强，不一定要有速度，但是要做确实。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先给各位同学听一下音乐，大概音乐会长这样。Welcome to the 7-minute workout. Let's start with jumping jacks in 5. 还有倒数 3, 2, 1, go. 所以第一个动作就是开合跳，这个音乐是有节奏而且快的，大家听到了吗？好，再来你也会听到 2, 1, stop, 休息。这时候比较轻松，你就可以放松，进行10秒的休息。我们十秒钟过后 3, 2, 1, go， 我们再开始第二个动作。好，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吗？音乐听清楚了吼。好，那我们现在要邀请我们嘉义国中也很优秀很漂亮的玉婷老师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做这7分钟，所以各位同学把器材准备好，还有水壶也准备好，跟我跟玉婷老师一起开始。玉婷老师跟大家 say hi。 嗨，大家好，加油，准备好了吗？好了， Welcome to the 7-minute workout， 加油。第一个动作开始跳 5, 4, 3, 2, 1, go。加油，调整呼吸，最后了。OK， 休息。
Yeah.
跟右脚。可以做比较就不完整一点的动作，我还是觉得好累，我两个动作都没有完整的像老师这样完整的做，还是很累。啊、不过我刚刚看玉婷老师那个棒式啊 ，hold 得很好哎、欸，屁股没有掉，脚没有掉，肩膀没有耸起来。那是因为我刚刚看老师刚刚换的动作变成直的撑法，但是我真的不行，一移动全身就会歪掉，我只好就卡在那里 ，hold 在那里，一直倒数时间到。真的很不错哎、欸，各位同学，你有流汗吗？欢迎各位邀请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在家里，只要7分钟就可以达到这么高强度的运动效果。不过一定要像老师一样，我们要先进行热身，进行完之后还要进行收操，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脂肪顺利的消耗，而且让自己的膝盖、手、脚踝比较不容易受伤。好，那今天到这边喽，耶，拜拜。